在红尘里不用大言不惭的，生怕别人不知道，是不是？所以往往在人群中很喜欢吹牛的，很喜欢非要让人家知道你有这个有那个的，大部分都是在那个主题上你还不知道究竟为何，所以定位上位还没定好，所以不管你是足还是缺，都为了保护自己起见，都是在那边刮噪的，对不对？虚伪的表演的那其中的把戏，这就是人，这就是人。所以一个修行者跟不是修行者其实很容易就辨认出来，在他的举手投足之间大部分就可以看得出来所以然。所以很多的这个切入的重点、这些的视野绝对不一样。所以刚刚你不是讲了吗？你就是修行人吗？是不是在修行的这个行列里？是不是？所以咯，每天要严以待己，宽以待人，对于自己必须很严格的把关。因为这一世离开了这个舞台，如果我们现在没有严以把关，将来谁可以给我们往后的江山？你得想清楚。如果今天挥霍的把江山给送了，你过去生生世世所产生的这些因缘，你如何来面对你曾经的自己？是不是？所以你想清楚弄明白的时候，你会知道承先启后嘛，是不是？很多东西啊，这一路走来都不容易。所以如果修行它不是阶段性，它应该是永续性的。所以这个时候你就会祈勉自己千万不可胡来，对不对？所以这个时候你要知道很多的座右铭啊，就要放在心里面变成一个真正不变的这个标准。所以这些年呢在我心里面呢有一些重要的话在我的心里。所以这一次呢我写了一首歌呢叫做几句话。歌名很可爱吧，几句话。可爱。我人在世呢有时候就几句话就走一生了，是不是啊？你觉得刚刚那几句话重不重要？重要。你已经做到的举手。怀疑啊，讲到像这一题到底要举手还不举手，是不是？我们超马的学员应该这几句话都要做到，是不是？那你刚刚前面都讲说你都差不多是做到了，怎么像这几句话没举手呢？到底是怎么回事？这个你刚刚这几句话做到啊，你这个能量场比较容易上得来能量场上得来呢，你比较容易在红尘中运作。